新北市客家移民文化节盘提21年嘞，今年特别许多三峡个客家文化展起来盘，除了为白白之外嘞，也特别邀请到学生个对为贡茶挖土来游行，个大部分也都新界文创纪念品，含有通关发通。本今年个移民文化节有彩旗个风气，也有了解学生应该感觉。因咱新埔移民庙门神土家平安铺，爱保佑民众平平安安。也是今年新北市客家移民文化节的文创纪念品，本民众除了参加安祖韩国拜爷，也着传统的发通，没有机会参加高官的发通颁奖品。那经过用那个 QR code， 好，经过五关啊，到移民庙啊的拜下嘞。好，还要去做，希望讲诶客家东西啊，能够精致化了啊，用讲个科技结合。新北市客家移民文化节今年系2021年，第一摆去到上交客家文化园区来办，我用全部嘅观念来纪念一位战争时期喺上漂龙岩埔亚摆上战牺牲嘅勇士。我哋延期嘅年嚟话，吼，盼嘅呢移民嘅信仰，各位以为战争呢静态的展览。啊，那我阿俩就要结合科技的东西哦。我伫半夜19号即时开店以后，我伫大草原做一个野餐的活动。今年新北移民文化节，我伫半夜18起四点半上映，除了有周戏、游街也都发通，还有请北京新北市的好狗，再加的十二台飞彩公车游行。本季是高场，但将有彩铁的特色和动游长春戏息。客家新闻网网友梁先新北市报道。